各位法师，各位居士，阿弥陀佛。好，我们现在讲的是《信范法师大圣妙法莲华经讲义》哈，在第739页。啊，739页呢，就别记500人哈，因为前面呢别记乔成儒哈，所以佛陀呢首先是对乔成儒呢先授记，啊，授记他未来的这个佛号，啊。那之后呢又别记500人啊，所以其500阿罗汉啊，另外呢还有500阿罗汉，那500阿罗汉呢就只有举其间前面的啊比较重要的几位啊，就像优罗频罗迦摄啊、伽耶迦摄还有那提迦摄，这是三迦摄。佛陀是不是也度了三迦摄啊？啊，这三迦摄呢一位带了500，还有两个各带250啊，三迦摄就带了1000个佛弟子来了啊，所以三迦摄也是很重要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迦留陀夷啊、优陀夷、阿廖罗陀啊、离婆多、杰宾那啊、波基罗啊、周陀啊、沙伽陀等，那这些呢啊都是佛陀的大弟子们啊，所以呢也同时哈、啊、受记他们皆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尽同一号，名曰普明。啊，也就是说这500阿罗汉哈、啊，那将来成佛的话呢，尽同一佛一号了啊，名曰普明如来，啊，普明如来。啊，因为他的这500阿罗汉的话，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取他的那个佛号了哈、啊，所以他就是。就都接同一号啊，就名曰啊普明如来了啊。好，那么这是长行之后呢进入偈颂啊，所以尔时世尊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啊，说乔成儒比丘啊当见无量佛，也就是说乔成儒呢其实他还要再经过啊，比方前面也讲过他当供养62000亿佛然后才得以成佛啊啊，所以说他当见无量佛，而且还要过阿僧祇劫，阿僧祇就是无量劫啊，那么乃成等正觉啊，那么才能够怎样呢成佛的啊。那他成佛的话呢他会常放大光明，具足诸神通啊，而且明文呢遍十方一切之所境啊哈，当然一旦成佛的话一定是哈、啊、会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一切之所境嘛哈、啊、而且呢会常说无上道，所以呢他的名号就叫做普明如来啊，他的国土呢是非常的清净的，而且菩萨呢皆勇猛的啊，而且贤生呢妙楼阁啊游诸十方国啊，他在那边的国土呢都有很多的啊，这些微妙的楼阁啊，啊，而且能够游诸十方的这个国土，啊，而且以什么无上的供具呢，来奉献于诸佛，啊，并且呢，做事这样子的供养以哈、啊、完成之后呢，那么都会心怀大欢喜，啊，那因为他会到处去怎样游诸十方国嘛，然后到处去供养，啊，在供养的过程也会非常的欢喜，而且呢须臾之间呢啊非常短的时间呢就回到了本国啊，表示这些都是具有大神通力才可能如此的啊，所以呢有如此神力啊啊都是有大神通之力啊，而且呢成佛之后呢他的佛寿60000劫啊啊，并且呢正法助倍寿啊啊，佛寿他是60000劫啊，那他的正法呢啊能够住在这个世间来说的话呢还好几倍啊，比60000劫还更多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住世啊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是不是才80年而已啊，哎，而且说法才45年是不是啊，但是佛陀所传的法啊，说这个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是不是还有10000年呢，所以他后面的法其实都还会有什么好几倍啊，好几倍啊，所以正法住呢倍寿，相法呢复倍世啊啊，也就是说他的正法时期呢比他的佛寿是不是还更长啊，比他的相法呢也还更长啊，因为法灭呢天人忧
啊，一旦过了正法相法之后，就会进入末法。进入末法之后，是不是就逐渐消失了？啊，就会消失了。一旦消失的话呢，法灭天人忧啊。啊，一旦没有法的话呢，那么这个世间就充满了黑暗，就没有光明的机会了。啊，因为我们凡夫众生是不是这个数世劫以来一直都是充满了我们的自私自利的这个杂染，啊，所以充满了我们的什么无明烦恼嘛。啊，那除非有佛陀的哈，啊，有佛法的智慧啊，智慧呢它是光明的，才有机会来对治我们的无明啊。所以一旦法灭呢，那么光明也就会灭掉了啊。好，那这个是属于乔成儒啊，他的这个受记啊，他将来成佛啊，他的国土啊，他的这个佛号乃至于他的佛寿啊，甚至有他的正法相法啊，都是非常的长久的啊。那终究呢，我们说缘生呢也必会怎样缘灭啊，这是还是合乎因缘法的啊。那这个是对乔成儒的这个受记啊。那另外呢，就是这五百人的别记啊。所以其五百比丘呢也会次第当作佛的啊，而且呢他同号曰什么，还是叫做普明如来啊。但是呢他是属于转次而受记的，他是一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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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转啊。所以呢佛陀他说他灭度之后呢，那么某甲当作佛，其所化世间呢亦如我今日啊。啊，就等于说其中一位啊先当佛之后，那么再次辗转次第的来怎样来受记的啊。所以呢都同号为普明菩萨普明佛啊，普明如来。所以他所化的世间呢就如同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像现在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那国土的严禁呢，还有诸神通力呢，菩萨声闻众呢，还有正法跟相法来说的话，那寿命劫啊的多少呢，皆如上所说啊，啊都跟乔成儒啊，乔成儒呢他所化现的啊，这个普明如来他的国土啦，这些呢都一样的啊，都如同乔成儒啊。所以他的受只是他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他是转次而受记，不是佛陀这个时候一次全部都受完了啊，而是要一位一位的啊，一位成佛之后他要再为下一个佛来受记，一位成佛之后再来为啊下一个佛来受记的啊。所以是五百人辗转次第相续受记，并不是一时的同记啊。所以呢最后呢总受于声闻记啊，因为他总共有1200人嘛，那只有受了500人，对不对？还有700人啊，啊，还有700声闻。所以呢佛陀呢就对迦摄啊，对迦摄说，迦摄如已知啊，500自在者啊，就交代迦摄了啊，说你已经清楚了，有500自在者由佛陀先来受记，但是这种受记也是他将来还要辗转次第的来相续受记哦。啊，那么其余的这些声闻众呢亦当复如是，也是如同这500人一样的啊。那其不在此会呢，如当未宣说啊。在这七百呢已经不在此会，那么就等着你将来啊来为他们来宣说啊。因为在数世劫当中其实都有相聚的机会啊，啊都还是有相聚的机会的啊。所以呢虽然说是1200人受记，其实原则上还是500弟子的受记而已啊，表示这700还要留着后面的啊，还要留着后面，而且呢是已经怎样交代给谁，迦摄啊，交代迦摄了啊。所以在第742页这里就讲到嘛哈，这个500阿罗汉已经受记的，那么你已经知道还有700啊，那这个都比较属于下根基的，那么这个呢都要啊在将来的啊将来的这个法华会上呢，那么迦摄你来代佛为他们来宣说啊。所以呢其实只有500弟子的受记而已啊。好，那在经过这个回领哈，那么也就是在这个回领里面哈有长行啊，长行
啊，因为在授予声闻记嘛，哈，因为他主要是授了前面的啊两位啊，一位是这个乔成儒，对不对？啊，还有一位是，对不对？啊，前面，哎，主要是乔成儒了，啊，主要是对乔成儒的一个授记。哦，还有呢，就是对这个谁呀、啊？傅留娜，对傅留娜，哦，像对傅留娜的就非常的清楚明白，讲的非常的多。之后呢，就是乔成儒，乔成儒之后是不是就五百弟子一起了？哦，那还有七百弟子呢，就啊、哦，就是将来由大家社啊、哦、来为他们啊、哦、来宣说啊、哦，好。那接下来，那么就是啊，等于是透过受记之后呢，回领啊，啊回领啊，那回领里头有长行，长行里头呢也是一样，法说、譬说到什么合说，啊，好，所以尔时呢，五百阿罗汉啊，于佛前得受记矣啊，啊，这五百阿罗汉呢，在佛陀面前呢，啊，得到佛陀的受记啊，这个完成后呢。非常的欢喜踊跃，啊，即从坐起啊，啊，就从座位站起来，到佛的前面来头面礼足啊，啊，他为什么叫回领呢？因为他悔过自责，啊，悔过自责哈、啊，如何悔过自责呢？他就对世尊说：“我等呢，常作是念呐、啊，啊，其实我们呢，这些是阿罗汉来说的话呢，我们都总有这个念头，什么样的念头呢？自为已得究竟灭度啊。”啊，阿罗汉他们是不是往往都会觉得，哎，我已经怎样得到究竟的灭度，因为他们已经能够解脱生死了嘛。啊，他们就会觉得，哎，这样子已经满足了，所作一半，不受后有了嘛。啊，那么今乃知之啊，如无智者啊，现在才知道说啊，其实这样子是非常的智慧不足的。啊，所以应顺老师在《成佛之道》里面也讲啊。为什么会有大乘法？往往此有所不知，此有所不足啊！以阿罗汉，啊，回小向大，是因为怎样？啊，会很羞耻于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足啊！啊，如果无所知，而且无所，就说自以为是的话，就会以为啊，我这样已经很够了啊，我已经圆满了啊，那这样子是不是就是自以为是啊？啊？以为已经得到究竟涅槃了，其实根本都还不够的，啊，所以呢，他们就讲说啊，现在才知道说，其实呢，就如同没有智慧的人一般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啊，因为我等呢，应得如来智慧，而便自以为小智为足嘛，啊，我们其实应该要去获得的是佛陀的智慧，成佛的大智慧，而不是只有自我解脱的这个小智慧而已。啊，一小智慧就很满足了，啊，阿罗汉是不是都有这样的一个特质啊？啊，得到小智小慧小涅槃，他就觉得，我够了，我满足了，因为我解脱了我自己的什么生死困厄，啊，我已经解脱了自我的烦恼了，啊，我已经跳出了生死之流，那么阿罗汉是不是就已经觉得满意了？啊，所以呢，就以小智为足，啊。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真的是透过有所不知有所不足才有机会怎样回小向大嘛，啊，所以这五百罗汉来讲的话呢，啊，虽然他也获得这样的受记哈，啊，那这种其实鼓励性会比较多，所以呢佛陀并没有一一的来受记，对不对？而是说你们将来还是不是要辗转次第相续受记啊，哎，只不过在形式上呢佛陀给予相当的一个什么鼓励啊，啊，希望他们回小向大，那将来是不是也才有机会成佛啊？如果不懂得要回小向大的话呢，还是没办法成佛的哦。好，啊，好，所以呢，透过法说哈，啊，他们这个是真的是透过什么悔过自责的啊，知道自己有所不知，有所不足，然后呢，才能够回小向大哦，啊，才发现说佛陀的大智慧才叫做智慧。自己的那个啊小智慧小涅槃是微不足道的，啊，好，那这是法说，啊，再接下来呢譬说，啊，
那么譬说里头呢，最迷细珠的譬喻啊，所以呢，啊，这五百罗汉呢，就对世尊说，就譬如有人呐、啊，啊，到了亲友的家里头啊，那喝醉酒了，那么就睡着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亲友官事当行啊，哈，因为这个亲友正是他这个非常富足的时候啊，做官啊有权有势，所以呢，他就有能力把一颗无价的宝珠呢，把它系在他的衣服里面啊，与之而去啊，啊，因为看到他呢这个穷困潦倒的样子很可怜啊，正好趁着他们的亲友本身有能力啊，就给他一颗无价的摩尼宝珠啊。那么，而且还把它缝在那个衣服里头，那么他就带着这个摩尼宝珠而走了。但是他自己竟然不知道啊，哈，因为其人醉卧啊，所以都不觉知啊，啊，他都没有任何感觉，给他缝上去也没什么感觉，因为他已经啊，这个醉卧啊，这个喝醉酒的缘故啊，所以他茫然不知啊。啊，所以他起以游行呢，就又到了其他的地方去了，其他的国度哈、啊。那么他又继续为了衣食的缘故呢，勤力求索啊，甚大艰难，啊，也非常努力啊，去这个养家活口哈、啊，去找这个衣食的那个财源，但是呢，也非常的困难。啊，若少有所得呢，便以为足哈、啊，就好不容易讨到一点，或是赚到一点，他就觉得非常的满足了。好，那接下来呢，在第744页啊，于后呢，亲友又跟他相会啊，会遇等于相会见到了他啊，却做这样的一个言论说：哇，处在这个丈夫啊，哦、啊，就等于这个很不以为然呐、啊。他说：处在丈夫啊，啊，何谓衣食乃至如是啊？啊，你为什么会为了衣食这种小事情哈、啊，这个辛劳啊，这个奔驰的这么严重呢？啊，怎么会到这样子的田地啊？啊，其实我过去曾经哈、啊，希望你能够得到安乐五欲自知啊，希望你能够比较富足一些啊，让你觉得可以在这个衣食上没有什么挂虑啊。那在五欲当中呢，你也可以啊，能够自给自足啊。所以呢，曾经在某年的某月某日，啊，用无价的宝珠呢，把它缝在你的衣服里面，啊，那今故呢，现在而如不知啊，啊，到现在你竟然都还不知道啊，啊，都不知道把那个摩尼宝珠无价的宝珠拿来换钱，是不是就能够生活得非常的富足啊，就不用为了衣食啊在那边奔走忙碌嘛。啊，所以呢他的勤苦忧恼呢以求自活呢甚为愚痴啊，是不是非常愚痴啊，啊，因为他不知道他自己竟然有无价的宝珠，所以如今呢可以以此宝啊贸易所需啊，常可如意无所乏短啊。啊，你现在呢就可以把这颗宝珠拿去怎样去变卖。啊，一定可以让你呢非常的过着如意啊，非常舒适的生活，没有任何的什么缺乏的。好、啊，哇，碰到这样的亲友也真不错。呵呵嗯，可惜他竟然不知道啊，竟然不知道啊。啊，好，那从这个法说和譬说到什么何说哈、啊，所以在第747页啊，接下来就是合说，把这两者法跟什么譬能够合到一起来说啊。所以说佛陀呢也是这样子的啊，佛陀亦如是嘛啊，为菩萨时啊，因为佛陀他是不是也从菩萨道来的啊，所以佛陀未成佛之前呢其实也是菩萨啊。那么不是，就是说佛呢他也是这样，佛陀就像这位亲友一般呢 啊为了菩萨啊，为能够教化菩萨啊，那么等于是来教化我等另发一切智心呢 啊因为佛陀呢其实是希望我们众生能够怎样行菩萨道啊，所以呢来教化我等呢来另发一切智心，而寻废妄啊，不知不觉啊，啊，就说教化我们希望能够发的是什么成佛的大心，所愿意行的是什么菩萨道啊，但是呢
我们却常常怎样？常常忘掉，啊，不知不觉，啊，那记得阿罗汉呢？阿罗汉道呢，就自为灭度，啊。啊，已经获得了所谓的这种超凡入圣，乃至到这个证得无生的阿罗汉之后呢，我们就会自己以为说啊，我这已经得到什么，已经得到这个究竟涅槃了啊。但是呢，因为阿罗汉他以修智慧为主，所以他的福报是不是不足啊？所以他会资深艰难呐、啊，得少为足，一切志愿呢犹在不失啊。就说他所得到一点点，他是不是就满足了？啊，就很像那个人到处去奔走，只为了衣食，一点点的衣食，是不是他获得一点，他也有点满足啊？哎，好、啊，但是呢，他一切志呢，一切志愿呢，犹在不失啊！啊，是因为佛陀曾经教导啊，我们要发的是菩萨心，一旦发大圣菩萨心的时候，就如同具有这颗什么？摩尼宝珠，无价的摩尼宝珠一般，啊，那就好像说已经都缝在我们的衣服里头，只是我们不知道去把它取出来，啊，把它变卖掉而已，啊，虽然，啊，所以呢，因为不知，啊，不知不觉，所以我们就一直都穷困潦倒嘛，啊，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懂得，啊，再去重拾我们发的这种菩萨的大愿的话，那只是一个小心小愿，是不是就一直过着这种比较穷困潦倒的生活？啊，所以呢，今者呢，世尊来觉悟我等，啊，来开启我们啊的觉悟之心，所以呢，就会告诉我们说啊，诸比丘啊，汝等所得呢，非究竟灭，啊，你们所获得的这种涅槃呢，其实是非常小的涅槃，啊，是微不足道的。啊，那我久呢？我长久以来就是希望你们能够怎样种佛的善根，啊，能够种成佛的大的善根，所以呢，以方便故事涅槃相啊，啊，以方便善巧呢，所以呢，就会示现出所谓的涅槃相，啊，因为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是透过涅槃嘛，啊，透过涅槃呢，那么才能够啊，等于这个是一个过程，才能够再继续的往上啊进步的，啊，但是呢，而汝等呢，就未为怎样实得灭度，以为说啊就是这样子就够了，其实那个不过只是个人的小涅槃呐、啊，对不对？这个是不是非常的微不足道的，啊，是应该要再去发大心的，啊，其实是要透过就像啊那个成佛具有佛性的那颗摩尼宝珠一般，应该要去开发的是这个部分才对啊，所以呢。接下来哈、啊，这个、啊、等于是、啊、这个啊，所以呢，世尊哈、啊，那么我今乃至十世菩萨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啊，以是因缘呢，甚大欢喜，得未曾有。啊，也就是说，这些啊，这些阿罗汉呢，啊，他们才发现说，哎呀，世尊哈、啊，原来呢。我们今天呢才知道啊，因为他们透过悔过自责嘛，啊，那么会觉得非常的怎样回领啊，领受这个受记啊。那么其实他们这些五百罗汉呢，也是在这个时候才知道说啊，这种十世的菩萨来说的话呢，那么其实也等于像这个那颗摩尼宝珠的那个无价之宝一样啊。所以来得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哈、啊，来受这样子的佛陀的这个受记，那么也因为这样子的因缘呢，甚大欢喜，得未曾有，就好像开发了那颗摩尼宝珠啊，之后呢，其实衣食无虑啊，能够安心办道啊，能够在菩萨道上呢不断的去努力，那么才能够就近成佛。所以我们说，其实行菩萨道的话哈、啊，啊，因为悲智双运，所以能够怎样？比较有机会福慧具足，啊，所以行菩萨道的人哈、啊、会比较富足，对不对？行阿罗汉的人是不是比较穷困呢？啊，因为他没有去广结善缘嘛，所以会如罗汉怎样脱空波，有没有？啊，罗汉他容易脱到空波，是因为他没有去广结善缘。那菩萨为什么他的福报会比较大？因为菩萨他以利益众生为主的时候，他是不是广结善缘呢？他的福报也从广结善缘当中获得，啊，所以呢，菩萨道就如同获得无价的摩尼宝珠一般，啊的可贵啊，
好，所以这个也是这个透过法说、譬说到什么合说啊，就是在表达这个能够会三归一，归到一圣佛道，也就是菩萨道上来啊。那么就如同获得这颗摩尼宝珠一般，无价的摩尼宝珠一般啊。好，那前面是长行啊，之后呢进入偈颂啊，那么也是一样哈、啊，法说、譬说到什么合说啊，到合说，所以尔时呢，阿廖乔城汝等啊，啊，那么就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哈、啊，说我等呢闻无上安稳受偈声啊，啊，我等哈、啊，就像富留那跟跟阿廖乔城汝，他是不是才有机会蒙佛受偈啊？而且是一一受偈哈、啊，个别的受偈，很清楚的告诉他们。未来的哈、啊、什么时代啊的什么国土啊的这个佛号是不是都给予，然后他的国土的众生啊环境如何如何，很清楚的受偈给他们了啊，所以他们呢就欲重宣此意而说偈言哈、啊、所以他们说我等呢啊听闻无上的佛陀世尊啊来安稳受偈的这个声音哈、啊、所以呢欢喜未曾有啊啊离无量智佛啊。那么今于呢世尊前哈、啊、自悔诸过咎哈、啊、因为他们过去呢难免啊因为这个现声闻相，所以呢行的会是声闻法啊，所以呢于无量的佛宝当中呢只得到少少的什么涅槃分而已啊，因为他这涅槃都是个别的小小的涅槃啊，是很微不足道的啊，微不足道到如同什么无智的愚人一样啊，无智的愚人呢，常常会自以为足啊，以为那么一点点呢，就非常的满足啊，那是非常的无智的愚痴之人呢、啊，啊，所以呢，他透过法说之后呢，再透过譬说啊，就如同什么贫穷的人啊，往至在亲友哈、啊，往至到这个亲友的家，其家呢甚大富啊，哈、啊，而且呢，具设诸肴膳哈、啊，都请他吃了很多美食。然后用无价的宝珠呢细琢在他的内衣里面啊，默然而舍去呢，那因为他当时候呢醉卧而不觉知啊，啊，所以这个人呢一旦起来以后，他还照样到其他的地方去求衣食自济啊，啊，为了求衣食就已经忙碌得不得了，所以他的资身非常的艰难啊，那得少呢就觉得很满足了，所以呢他就不愿意有更好的，他就不会去求还有更好的啊，所以他也不知道他的内衣里头竟然藏有什么无价的宝珠啊，所以呢与珠的这个亲友后来见到这个贫穷的人呢就很去切责他啊，去呵责他说啊，你怎么会穷困潦倒到这个程度，其实我早就已经怎样缝了一个摩尼宝珠给你了啊，贫人一旦见到此珠哇心才大欢喜啊，因为他根本不知道啊，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他一旦知道点醒了，啊，点醒了哦，原来以前所行的阿罗汉道其实是非常的贫啊，是非常的这个贫贱的，啊，如果能够行菩萨道，就如同好像获得这颗摩尼宝珠无价珠一样嘛，啊，所以他心里非常的欢喜，啊，富有呢诸财物五欲而自知啊，啊，他所拥有的那个财富是非常的富有的啊，富裕的。啊，而且能够让他自己能够哈、啊、提供他自己的这个五欲的享受了啊。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合说啊，所以呢我等呢亦如是啊啊，阿廖乔城如呢他也讲，我们就像如同这个譬喻一样啊，世尊于长夜啊，世尊就是在这个黑夜里头哈、啊，漫漫的长夜当中呢。经常的在悲悯啊，而且在看到我们这些凡夫众生来教化我们，都是希望我们令众无上愿嘛，啊，成佛的大愿就是要去行菩萨道。但是我等呢，因为无智的缘故啊，所以不觉亦不知啊，只得到一点点小的少分的那个涅槃呢，就自足而不求于了啊，就自以为满足了，然后也不再更进更上一层楼啊。所以呢今佛呢来觉悟我啊啊，言非实灭度啊，所以佛陀这个时候才告诉我说啊，原来啊等于是来提醒我们，来开示我们啊，那么来告诉我们说啊，
其实声闻缘觉所获得的这种小涅槃不是实际的灭度啊，因为这个量太少了啊，虽然值是一样啊，但是量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啊，是不够究竟的啊，所以呢啊，要能够得佛陀的无上智慧，那么而乃呢为真灭，那个才是真正的啊灭度啊，究竟的大涅槃嘛啊，所以我今呢从佛陀那里听闻过来啊，受记的这种庄严的佛事啊，并且呢还有这五百罗汉啊，他是转次的来受觉啊，所以我们身心遍欢喜啊。啊，是无量的欢喜，因为佛陀呢，其实也是不断的鼓励啊，希望这五百罗汉在1200人里头，五百罗汉还属于比较上根基。所谓的上根基，就是他比较有机会怎样回小向大，啊，剩下的700人他还比较属于下根基，那还要再晚一些，还要再等到他怎样能够回小向大嘛哈。那么也就是说，纵然是欧罗汉，其实佛陀也从不放弃。对不对啊，也希望阿罗汉能够回小向大哈，所以一方面从富留那那里，因为他一直说法第一，本来他就是外现声闻相，内修什么菩萨恨，那这是没问题哈。那在阿罗汉里头，那么以乔成儒，因为他是最早啊接受佛陀的这个度化的啊，在五比丘里头，阿廖乔成儒是最早的啊，所以也以他为代表啊，希望能够给予啊这五百罗汉的什么一份鼓励啊，所以说他们将来是怎样辗转次第相续受记啊，啊，并不是由佛陀直接就受记，是因为他们其实还不到那个程度啊，都要等到他们回小向大，而且还在这个菩萨道上要能够达到这个七地以上的菩萨，是不是就直接能够蒙佛受记了？啊，所以这个其实都还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路途。不过佛陀因为还是鼓励众生的，啊，还是鼓励众生，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法会上头，佛陀还是啊给予受记，啊给予受记，所以这个叫做五百弟子受记品第八。啊，那我们接下来啊在第九品啊就是受学无学人记品啊，这个是第九品，啊第九品，啊。好，那这里呢会有所谓的学跟无学人啊，去求修习有没有啊，言真断惑名为学啊，那么呢就是属于啊，比方像小圣的三果四相啊，真无漏慧啊，那修习已经圆满了啊，已经这个真穷惑尽了，名为什么无学，无学啊，所以要到四果的阿罗汉啊，四果的阿罗汉才叫做无学，在四果阿罗汉之前啊，那么都叫做有学者啊，有学啊，所以呢这个佛陀啊与四果的这个啊这个小圣的四果四相啊，因为他们这个会有四果四相了哈，先出果啊，那这个先出相到出果啊，二相二果，三相三果啊，四相到四果，然后结束啊，学习完毕，因为他已经怎样能够这个断惑证真啊，断惑证真，因为我们在惑业苦，因为有惑是不是就会有业有苦，然后就轮回生死啊，把惑给断了，那么就不再造业，不再造业就不会再感受苦果，对不对？然后就能够得到什么个人的涅槃，啊，所以呢，在四果之前的都叫做有学者、有学人，到四果啊，四果呢，他可以不受后有了，啊，可以不再来了，可以不再学习，叫做无学，叫做无学，啊，所以佛陀呢，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啊，不仅受无学人，还受学人也一样，啊。等于是从这个三果四相啊，三果四相呢都还是什么都啊都还没有到无学的程度，都还是有学者啊，有学者啊，所以叫做去求研习啊，修习，然后呢言真断惑，主要就是为了怎样断惑嘛，断惑才能够证真
啊，但是要断惑之前，是不是要研啊，要研真呢、啊？要研究真理法则嘛？要理解真理法则，是不是要理解真理法则才有机会啊？这个断惑啊，因为透过真理的体会才能够断惑。啊，我们如果不懂真理的话，是不是很多的惑啊？啊，我们是愚痴众生啊！啊，充满了疑惑，充满了疑惑，就在惑业苦轮回中嘛。啊，要跳脱出来，一定要研真啊，也就是要研究，要理解何谓真理法则，对不对？啊，真理法则呢，让我们有机会呢，这个啊断惑来证真，那么就可以啊跳脱生死之流啊。但是在这个之前，还要经过这个三果四相啊，到四果。啊，到四果，所以这个部分也是一样哈，还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生生不已之流里头了。哦，就像我们说，哎，超凡入圣，那么以出果呢，其实以小圣它就是正出果、二果、三果到四果，四果可以正无生。但是在出果之前呢，还有个初相，啊，到出果二相到二果，三相到什么三果，四相到四果。所以在这个之前，都叫做学人，有学者，这个叫做什么无学，所以叫学无学。啊，学无学，那么都受记，啊，都受记的。好，那如果是大乘法的话呢，就要七地菩萨了，从初地、二地一直到什么七地的圆满，那又是一大奥僧祇劫哈，那个量很大。但是我们说出果到四果是不是很快啊？出果七来生死，啊，二果一来生死，三果不来生死，四果就不受后有。四果就不受后有，表示他们其实很快。哦，证到初果最难证啊，啊，到四果其实就容易了啊。最难在什么初果？因为一旦证了初果之后呢，七来生死、一来生死、不来生死就证阿罗汉，啊，是很快的啊。但是呢，前面叫做这个学人，后面叫做无学人，这样理解吗？四果叫做无学哈，那之前的三果四相都属于什么学人啊？但是他这个也都算是无漏慧了，啊，好，那么这个啊，在我们的科判表里面哈，啊，就可以看到啊，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因缘说一周嘛，有三周说法，对不对？法说一周，譬说一周，然后怎样？因缘法。啊，因缘说一周，因缘说一周里头有正说，对不对？这个正说呢，就是化成玉品，啊，受记呢，就是五百弟子受记品嘛，跟什么？我们现在的受学无学人记品，第九品，啊，受记里头有受什么？千二百人记，对不对？啊，到受二千人记，啊，二千人记就是在受学无学人记，啊。好，那在受二千人记里面啊，有先请记啊，到受记，请记到受记啊。好，所以这个请记呢，先由二人来请啊，先请记啊。所以尔时啊，因为前面呢，在富留那啊，富留那这个受啊，那个佛陀为他受记嘛，对不对？还有乔成如也为他受记，还有五百罗汉是不是都在为他们受记了？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阿难跟罗侯罗啊而作誓言呐，啊，他们也起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啊，说我等呢每次思维啊，啊每次呢就会去思维说，舍得受记呢不亦快乎？如果我们也能够获得受记的话，那不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吗？啊，他们也很想，所以呢就从急从做起哈，啊，就到了佛陀的前面，
头面礼足啊，来具白佛言啊，他们两个一起啊，对佛陀来说，世尊啊，我等呢与此亦应有分呐 啊，他会觉得哎，在受记的过程当中，好像我应该也有份呐 啊，为如来呢，我等所归啊啊，希望我也有份能够怎样蒙佛来受记啊，那我有要蒙佛受记呢，因为佛陀就在面前啦。啊，所以他们来请记嘛，哈、啊，所以唯有如来能哈、啊，我等呢所归，因为也唯有如来能够为什么为啊，来为这些声闻菩萨来怎样受记，哈、啊，好，所以他们就去请记了，哈、啊，又呢，我等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所见之事，啊，因为他们呢，其实也一直都是在为所有一切天人阿修罗。所见的这个善知识啊，啊，因为他们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哈、啊？是因为阿难呢，他常为侍者，有没有？因为他佛主要其实是因为佛陀是一切天人阿修罗所见的善知识嘛，对不对？啊，那他们呢，也因为跟佛陀非常的接近哈、啊，因为阿难他常为侍者，啊，他在佛陀身边呢，啊，那么几十年了。所以他护持法藏，啊，护持佛陀就等于在护持佛法，对不对？啊，所以他护持法藏啊。那罗侯罗呢是佛之子啊，佛陀的孩子，对不对？啊，如果佛见受呢，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者呢，我愿记满了众望一足啊。如果能够啊让佛陀来啊这个见受啊，来为我们来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记的话，啊，我相信呢，这个也是我们的愿呐、啊，啊，我愿呢就会能够获得满足，那、啊、相信呢众望一足啊，啊，众人呢也会有这样的一个希望，因为他们是这么样子接近佛陀的人，一个是佛陀的弟子，那个什么侍者，一位是佛陀的儿子，啊，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想要怎样要请愿了、啊，啊，这个请记啊。好，那在这个请记哈、啊，那么佛陀呢受记哈、啊，所以尔时哈、啊，尔时呢学无学声闻弟子二千人呢皆从坐起啊，偏袒右肩，倒于佛前，一心合掌，瞻仰世尊啊，如阿难罗侯罗所愿呢，伫立一面呐 啊，这个时候一看哇，不止啊，不止这个。哎，阿难跟罗侯罗，其他的呢，哇，都想说，那我既然阿难跟罗侯罗都可以，我们也可以啊！哇，一下子两千个人，啊，不管学无学的声闻弟子，二千人都跟着起来了，啊，都这个哈、啊，也都非常的有他们的这个礼仪啊，偏袒右肩，倒于佛前，啊，一心合掌，瞻仰世尊。他们也希望哈、啊，如同阿难跟罗侯罗的这个愿望一样，他们也希望能够怎样来请记呢？啊，那么他们也当然哈、啊，退住到一面哈、啊，等于退到一面，在前面在佛陀的面前是头面礼足，啊，之后就要退到一边来了，啊，好，那佛陀，啊，这个就开始来受记啊，所以其实这个呢。鼓励性比较高了，啊，虽然他们还没到那个程度，其实呢，佛陀也希望有相当的一个鼓励性哈、啊。从富留那到乔成如到五百阿罗汉嘛，对不对？啊，那这个都还属于上根基啊。那现在就连什么学乃至于无学人，学的话，无学人是什么阿罗汉嘛？还有呢，还没到阿罗汉的人，是不是他也想要啊？哎，所以呢，人就越来越多，有两千人了哈。好，所以呢，这时候呢，那么在啊进入受记啊，进入受记。那在受记里头哈、啊，会有这个受阿难的记，还有受罗侯罗的记啊。最后呢，就受二千人记。啊，那在受阿难记里头有正受记啊，有示众疑啊，那么数异叹啊。好，所以呢，尔时佛陀就告诉阿难说：“如于来世呢，当得作佛，啊，你也确实将来也是可以哈、啊，这个做佛的哈、啊，并且呢，他的佛号
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应供正遍知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乔玉丈夫天人师佛世尊，佛的十个名号都有了啊。那他的名号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如来啊。好，这个是佛陀受记阿难将来的佛名啊。那必然也要有他的因行啊啊，成佛是果报了，对不对？也必要有他的什么因缘啊。那他的因行方面呢，就是他当啊，他将来呢一定要供养62亿诸佛啊，等于是其实他的这个成佛还非常的遥远，因为他还要再供养62亿诸佛呢，而且来护持法藏啊，然后才能够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啊，并且呢教化20000000亿恒河沙诸菩萨等啊，也令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这个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下过这些因缘，去做过这些因行啊，才能够怎样成佛啊。那他的国土的结名啊，国土跟结名也都有了，他的国土国名叫做常立圣幡啊，其土清净琉璃为地啊。他的结名叫做妙音遍满劫啊，他的国土叫做常立圣幡世界啊，他的国土呢是非常的清净，而且是琉璃为地的啊。那他的佛寿跟法运来说的话呢，其佛寿命无量千万亿奥僧祇劫啊，而且呢啊，若人于千万亿无量奥僧祇劫当中哈，来算数教计不能得知啊，啊，也就是说他的那个时间呢是长到实在没有办法去算计的，啊，这个算数譬喻所不能及的，啊，而且他的正法注释呢还要背于他的寿命，啊，相法注释呢复背正法，他的相法的时间还比他的正法更长。正法的时间是不是比他的佛寿还更长？他的佛寿有多长呢？是无量千万亿奥僧祇劫，也就是说这个是无法算计的哈，表示他将来的这个成就也是哈非常的大的啊。那主要呢就是有诸佛的什么赞叹啊，所以呢阿难哈是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啊，啊为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供赞叹。称其功德啊，好，也就是说，这阿难他将来的成佛就叫做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嘛哈。之所以能够成佛的这个果报来说呢，在因行上面一定要做到让所有十方无量千万亿恒河沙等诸佛如来所共同来怎样赞叹他，来称其功德，那才算什么圆满的完成到成佛的地步。哦，所以呢这个也透过寄送啊，也透过寄送，所以尔时呢世尊呢欲重宣此意，就而说寄言说，我今啊在僧团当中来说阿难持法者哈，也因为阿难是持法者，因为他是佛陀的侍者，他护持法藏嘛哈，而且呢他将来还得要怎样供养诸佛啊，而且供养的是什么62亿诸佛呢啊，然后才能够成等正觉啊，他的号曰山海会自在通往佛嘛，其国土很清净，他的国名叫做常立圣幡国啊，这个世界啊，他也可以教化诸菩萨，其数如恒沙恒河沙般的哈，啊。那他成佛之后呢，佛有大威德，名闻满十方啊，他的名声也是遍满十方，他的寿命呢无有量。啊，以悯众生故呢，正法倍寿命啊，啊，他的正法是非常的长啊，长过于他的这个佛寿，相法还复倍于什么他的正法啊，也如同恒河沙等一样啊，无数的诸众生呢，于此佛法当中啊，来众佛道的因缘呢，啊，所以呢，他的成佛是不是也必然有因缘啊？啊，那么说到这里，我们可能也会有一些疑惑啊。那有什么样的疑惑呢？我们就下一堂课再来讲了。啊，阿弥陀佛，哎。